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，以及今天要加盟新秀的亲人好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2023年富邦悍将的新秀加盟仪式。今天因为天后的关系，因为延赛，不过呢，我们的加盟记者会也是全程的要透过我们 Twitch 来直播。OK。今天呢，中华职棒选秀会富邦悍将总共选进了8名的年轻好手，除了全数完成签约以外呢，球团另外在与2名球员签订自主培训的合约，总共有10名的新秀要来加入富邦悍将的大家庭。今天除了第8名的林廷玉目前正在服兵役之外未能到场，其余的9位球员等等都将正式的与悍将家人来见面喽。好，那在欢迎亲人之前呢，这些新秀的家属以及亲人今天都来到现场，见证他们加入职棒的光荣时刻。我们也欢迎他们的莅临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来欢迎富邦悍将的领队林华威领队入场，来为新秀们戴上象征入队的帽子。好，欢迎领队。所有现场观看直播以及现场在记者会的家人亲友们，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年要加入悍将的新秀。第一位是透过自主培训加盟悍将的杨浩然，欢迎浩然。浩然是来自台北大学22身穿62号的球衣，左边位置是捕手，欢迎浩然。好，我们请您队为浩然戴上象征加入的帽子。OK， 我们一起看向中间的摄影师。好，我们欢迎浩然的加入。好，我们浩然的休息。第二位呢，一样是透过自主培训加盟悍将的投手尔曼罗索普，欢迎尔曼罗索普。陈胜文，陈胜文呢，在国中时期获得现任的首
一大学时期更夺下了三阵王的头衔，欢迎盛文的加入。好了，谢谢。年纪18岁，来自北科故宫背后5号王念豪。王念豪，念豪的中国历史备受期待的年轻重磅好手，并在 U18 时担任台湾队长，跟在美国队比赛的时候呢，击出全垒打，帮助球队赢得胜利。再次欢迎念豪的加入，掌声谢谢。好，感谢各位的新手，也邀请所有的新手一起点个留，我们等一下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先请所有的新秀帮我们移至舞台的中间，要来把这个时间呢交给今天的加盟新秀们，要让他们来自我介绍，让大家更认识。在自我介绍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个大合照。OK， 我们请念豪在中间左右两侧的新秀们帮我稍微再斜一点。好，左念豪左右两侧的新秀们帮我再斜一点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靠近一点，然后因为场地的关系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向中间的官方摄影师。好，帮我举个手。好，帮我举个手。那我们举第二的动作，帮我们比个一。好，在左边的人帮我比左手，右边的人比右手。好，帮我比个一，好，向更早日登上一军，为球队做出贡献。好，好，比个握拳，握拳。好。OK， 再一次感谢所有的新秀们。好，还有没有哪里需要补充画面的？帮我举个手，有吗 ？OK， 所有新秀的亲友及家属们，如果有要补充画面的话，好来，帮我看向举手的这位摄影师，帮我握拳，然后要帮我握拳。好的，再一次谢谢。好，我们一起给这新秀掌声鼓励。好，把时间交给这些新秀们。来，请他们一一的来向大家自我介绍，让大家更认识他们。好，掌声有请一位，掌声有请浩然，帮我站上中间的黄色标签处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浩然，守备位置捕手，希望在今年能够保持健康，然后尽快上去。欢迎浩然，再次请各位观众朋友。好，来，哦，站到中间黄色的标签处。好，请浩然先在旁边休息哦。你的浩然，各位，线上的家人们，晚安。我叫晚安，我叫罗，可以叫跟班叫。我希望明年可以赶快上一军，为球队贡献。然后不光跟班军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凯佑，今年19岁，然后是守备自由基础，然后很高兴能进到富邦这个球队，然后进到这边球队以后，发现自己跟职业的落差就是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会在二军好好磨练，然后尽快上一军，然后为球队付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李耀贤，然后毕业于彰化一中，然后守备位置是投手跟外野，然后希望自己能保持健康，然后早日上一军，然后富邦总冠军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玉成，我希望就是身体可以健康。然后可以早日站稳一军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欢迎高杰。大家好，我叫高杰，来自台湾体大，守备位置内野手。今天就是让保持身体健康，然后早日上一军，谢谢。来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光熙，来自立光大学，守备位置投手。
然后希望赶快上一军，帮助球队拿下胜利。谢谢王军。各位长官、贵宾，大家好，我叫陈胜文，来自嘉义大学，今年20岁，守备位置是投手，那希望可以尽快为刘鹏，然后做出贡献。媒体前面的朋友，然后现场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叫叶航，我毕业于雷公公，然后今年18岁，守备只是3年，然后期许自己能够健康，然后早日升上一军，然后把自己的优点带到场上，然后帮助球队拿下胜利，谢谢大家。来到我们舞台的中间，我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。好，那因为场地的关系哦，我们稍微再请左右两侧的新秀们再帮我再斜一点，再斜一点。这边的侧身，侧身再斜一点。然后再次感谢大家。没有要侧身哦。好，没有要侧，你跟校长对，你跟校长侧身一点。对。好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官方摄影师哦。我们先拍一张。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靠一点吧。好，我们整个往。好，可以。右边一点哦。再次感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官方摄影师。好的，我们第一个动作，我帮我比一，好不好？帮我比一，象征着早日登上一军，来为球队做出贡献。好，我们比赞。好的，也请所有的新秀、亲友们也不要错过任何的机会，帮我们捕捉。好，还有没有哪里需要捕捉画面的？帮我举个手，帮我举个手。好的 ，OK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请我们的领队、总经理以及总教练先帮我们入座休息。好，我们请新秀们往中间靠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加盟仪式也准备告一个段落了。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。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新秀们的加入，也期许他们早日登上一军，能为球队。